上面呢写着肃静回避啊，然后后边就是大家进南疆天祥信步啊，绕境进家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行，所以整个队伍它的啊这个功能呢，让你在啊长角台里面呈现。是，后边呢有说什么？叫呢兵器。这是妈祖的驾前护卫队，是，所以拿着各种兵器哈啊，另外嘞保护妈祖。那如果那嘞妈祖行有经过商家或者殡仪馆的时候，是，他们就会把妈祖的神像团团包围，啊，列为地商，是，啊，这个地商，这个值得对人热情的掌声，是他们辛苦付出，谢谢你们。感谢咱台江电能交36技术团，由咱会长张玉龙张会长、团长郑陶柱郑团长，率领着咱台江电能交36技术团，全程高岗惠美来护驾，给咱上亲上爱咱台湾人共同的母亲，咱台江啊，行过高岗惠美，即马倒来给咱台江电能交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当时的执事呢，董国旗由那这个父亲国主可能也是一样，很多的父亲是为了他的家人，为了孩子喜悦啊，喜欢啊，刚来做执事队啊，来家店执事情啊，然后希望妈祖保保庇一家人。是，所以咱所听到声音是九尖吹啊，欢迎我们大甲镇南宫的。